主料，芹菜400克，胡萝卜1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一把芹菜和一小节胡萝卜，将芹菜洗净切断，胡萝卜切成条状，起锅，倒入油，待油烧至七八热时，加入胡萝卜煸炒，待胡萝卜炒至变色后，加入芹菜煸炒，炒至其断生，撒盐，搅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芹菜相对胡萝卜比较容易熟，所以后入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